我是小川。今天我们用青椒做一道我们四川人非常喜欢吃的家常菜，希望你能够。希望你能够喜欢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川，这是小川开的川味新式卤菜店，比传统卤菜更加有卖相，口感也更好。如果你也在做小吃的话，可以私信小川，咱们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，一路走来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